瑞士山水全新体验，金融中心苏黎世，钟表之乡日内瓦，湖光山色琉森，中世纪小城格吕耶尔，莱茵瀑布，铁力士山，特吕布湖，西庸古堡，358欧起全年出发，欧洲之美尽在凯撒。我叫文雷，我以前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，我是原中国京剧院演员。主要最重要的专业演员给漏介绍了，还好我补上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真的是人才济济啊，所以真是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当年京剧演出啊，只有这么大弧形，原汁原味的京剧呢，没有现在啊，有三弦儿，有软，有背。声音呢很圆润，当年的京剧只有一把琴，也就是现在我唱的这么个味儿，没有现在的京剧那么好听。这一封啊，事情来得巧，天之皇中臣不到。Yeah.